感情不在于多么深情的内容，转身之后会有千百种可能。两人的相拥在怀里装了多少感动，最后只有遗憾圆满的结局两种。末班的地铁呼啸过城市之中，把我们回忆带到另一片天空。时间是说书人，我们都是听众，最后一句讲完都被晚风将眼睛吹红。故事到这里有始无终，我们都无动于衷，后来的场景其实不说也懂。分开只用几分钟，用几年稀释了痛，各自留在了如今的怀中。故事到这里全部剧终，而思念满是回声，记起了某个梦里尘儿与龙，都活在一个熟悉的城。其实说来也嘲讽，最想最盼却又最害怕的是和你相逢。时间是说书人，我们都是听众，最后一句讲完都被晚风将眼睛吹红。故事到这里有始无终，我们都无动于衷，后来的场景其实不说也懂。分开只用几分钟，用几年稀释了痛，各自留在了如今的怀中。故事到这里全部剧终，而思念满是回声，记进了某个梦里尘儿一笼，都活在一个熟悉的城。其实说来也嘲讽，最想最盼却又最害怕的是和你相逢。故事到这里有始无终，我们都无动于衷，后来的场景其实不说也懂。分开只用几分钟，用几年稀释了痛，各自留在了如今的怀中。故事到这里全部剧终，而思念满是回声，记起了某个梦里尘儿一笼，在一个熟悉的城。其实说来也嘲讽，最想最盼却又最害怕的是和你相逢。